我们是奇趣女生 Twinsky， 今天来到哪里呢？来到 Fiveskin。看到我们今天来到 Fiveskin 了，来到公司里头，来到公司里头，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产品哦，两样产品哦。对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很喜欢用的 R6。一只只的，看到吧，看见吗？一颗颗的，一颗颗的。然后还有这个，现在我们都在用的，非常棒的，就是，来看看，看见吗？这个很特别哦，它的使用也很特别。对 ，X16 跟 V6， 现在我非常喜欢的。然后我们再走，带大家去另外一边哈，来跟着我们走，走我们去看，还有很多很好的产品，非常好的产品哦。等一下哈，你看现在这种自己拍，哒哒。有什么呢？来看看一下哈 ，Fiveskin 还有很多产品。这个是看到我手这个吧，这个是防晒膏，这个防晒。然后呢，对，防晒平时都会用这个。对，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我们平时都会洁脸使用的。对，洁脸使用的洗脸霜。对，非常好，非常喜欢，因为洗了过后呢，脸就会滑滑的。是的，是的。还有，我们第二个步骤呢，就会用这个。就会用这个啦，我们的第二个步骤就是这个 R6 就是我们第二个步骤，小颗的拿出来哦，然后就剪开，对，这个拿出了就打开，然后里面有一小颗的，一小颗的。然后过后我们接下来的步骤就是这个 ，yes， 我们的这就是我们平时的第三个步骤，然后过后呢要快一点了，好好好。晚上呢，就会用这个补充水分，大家看一看这个。当然，还有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个补水的，这个白天晚上都可以用的。哇哦，看一次过的好多产品。对，所以要变漂亮哦，一定要用 Fiveskin。是 Fiveskin。拜拜。